你们的瞎子叫达摩，这个叫如来。感觉挺好玩的。嗯，你将折服于我的神威。跪下。卸甲归田，完成你的失败。我是如来佛祖吗？大声点儿，我的拳头没听见。天神全知全能。如来佛祖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将折服于我的神威。跪下！天神驾到，还不跪下？不好！我用双手送去他们的死亡。跪下！真牛逼，我操，兄弟们，你们说瞎子配上什么大招最完美？我猜已经评论区已经有人想出来了，答案当然是黑客。